各位小朋友好，我是晶晶老师。今天我们又来练习注音符号写一写。好，小朋友还记得我们上次有讲到了哪一个注音符号呢？来，我们来看看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鸡，鸡。好。在上一次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教到小公鸡，咕咕咕，公鸡，公鸡，好，公鸡，鸡鸡鸡，对不对？我们讲了小公鸡叫不停，好，公鸡每天早上它会咕咕咕。叫大家起床哦，不要再睡觉了，起床。公鸡，鸡鸡鸡。好，鸡呢有两画，我们来看看。好，有什么？我们来数数看。一、二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写写看，两画怎么写？一样哦，一，我们用红色。一在这里。红色从这里开始，好，我们来看一怎么写。一，鸡。好，再来换二号，二号是蓝色，我们用蓝色，蓝色。哇，二。鸡，所以鸡有两画，一、二，对不对？好，公鸡，公鸡，鸡鸡鸡。好，公鸡是爸爸。好，我们来看另外一个，鸡是妈妈的，我们要说什么呢？我们来看，我们看妈妈。哦，这个就是妈妈，我们叫母鸡。母鸡，哦，母鸡有小 baby 哦，有蛋，鸡蛋，母鸡有很多鸡蛋。好，所以我们来找找看，这个鸡蛋哪里有鸡？哪里有鸡？好，母鸡有很多鸡蛋，可是我们要找鸡，我们要用颜色黄色。晶晶老师拿黄色来画鸡。哎，这里有鸡蛋，鸡。这里也有鸡蛋，鸡。这里也有鸡蛋，鸡。这里也有鸡蛋，鸡。哇，有四个鸡，我们来数一次，是不是四个？来，一。二、三、四，有四个鸡蛋，鸡鸡鸡，对不对？好，请小朋友拿蜡笔出来，把鸡鸡鸡画出来，把鸡蛋画出来。好，接下来小朋友写好了，我们来看下一个是什么。哇，接下来我们要来练习七七七，七七七，还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讲七七七是什么吗？ Penguin 企鹅，企鹅，七七七，好，还记得吗？企鹅妹妹爱玩气球，好，里面有好多七七七，对不对？好，七七七怎么写呢？七七七很简单，一而已，只有一，有没有看到？一，好，所以我们拿一，红色，我们拿红色出来，一在这里，从这里开始哦，一，七七七，啊，只有一哦，七七七。很简单，对不对？
好，写完的，晶晶老师要请你要看下面哦，哈，七七七，企鹅写完了，我们来看下面有什么？哇，这是热气球哎，小朋友，你有没有看到热气球？这个热气球可以飞得很高哦，哦，这个热气球可以飞到天空去，好。里面有很多七，晶晶老师要请你把七七七画出来。好，我请小朋友拿蓝色，啊，蓝色画七七七，蓝色。好，可以请小朋友再拿黄色，再画七七七。好，请小朋友拿粉红色。七七七，好，请小朋友拿绿色画七七七，好，请小朋友拿红色画七七七，哇，热气球里面有几个七？我们来数数看好不好？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，有五个七哦，小朋友，请你帮五个七画出来，好吗？好，如果你已经画好的，我们要继续看最后一个，西西西，啊，这个西西西，还记得我们上次有讲犀牛。犀牛，哇，犀牛最喜欢怎么样？洗澡，还记得吗？犀牛宝宝最爱洗澡，小朋友喜欢洗澡吗？洗完澡身体会很干净哦。好，犀犀犀，犀牛，好，犀犀犀有几画呢？我们来看看。哦，数一数，晶晶老师有看到二一二一二，有两画哦，所以要请你拿两个颜色，我们来画一，晶晶老师要请你拿一号红色，红色，一号，我们来画西一号。西一号，再请你画二号，我们拿蓝色。二号在这里哦，二二，好，西西犀牛，西西犀牛，好了吗？小朋友画好了，我们可以看下面有什么。哇！下面是星星，啊，还记得晶晶老师唱的吗？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星星哎，你看，哇，我最喜欢漂亮的星星。现在要请小朋友一起来帮忙画星星，可是星星要请小朋友用笔来画西。好，请你跟着晶晶老师一起哦，把西连在一起。好，西西，好，我们一直连哦，西西西西西西。西西西西西，哇，把全部的西连在一起，就变成一颗星星啊！好漂亮的星星，对不对？好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星星西，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练习的注音符号，请小朋友要自己把它。
画一画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教嘻嘻嘻犀牛，七七七企鹅，叽叽叽什么叽？还记得吗？公鸡。好，爸爸。好，请小朋友要记得拿蜡笔把这些注音符号把它写完，好吗？好，今天我们的注音符号就到这里，谢谢小朋友。